华府书友会、San Diego 作协会、北卡书友会及各地的文友们好，新年快乐！再次先向诸位拜个晚年。2022年将是个通膨汹涌、澎湃之年，希望大家抓紧机会赚个盆满钵满 ，making money hand over fist。刚刚朱会长说赚钱不重要了，这个很不好意思，这个现在叫大家发财。也顺便再次恭喜李佳音女士，李佳音女士是我们美丽新世界第十一讲的主讲人，她这个写了一本英文书叫 Fire Scar， 发挥的作用是加州政府对过去百年加诸于华人的 atrocity 的正式道歉，我们要有更多的正义之笔。这个谢谢这个李佳音替我们做了一件这个很有意义的事。今天我们很有荣幸邀请到文坛才子林宗明教授到美丽新世界演讲，从文心雕龙到侠义共振、联谊共振 ，I'm sorry， Echo， E C H， 哦，这就有点像resonate， 这是一个串联文学与科学的里程碑之作。在侠义的联谊共振范畴里 ，Echo 能够解开意想不到的亘古谜题。我就举个例子，带诸位环游世界吧。我们想这个杜甫的《禹庙》的前四句：“禹庙深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菊右，古庙走龙蛇。”大家都知道邪与蛇根本不押韵，难道诗圣杜甫也犯错了吗 ？Not a chance。根据林教授的音对，就是 rhyme， 我们知道唐代的邪念侠，蛇念啥或者杂，这样就解决了语妙的问题，押韵的问题。让我们再从四川中线的语妙跳到墨西哥 Yucatan。半岛的玛雅人所建立的 Pyramid of Chichen Itza 或奇琴一色金字塔，当地的导游会告诉你说：“哎呀 ，Chi 就是玛雅人的嘴 ，Chain 就是玛雅人的泉水 ，Itza 就不知道什么了。”但是用林教授的 Echo， 我们就知道蚁蛇的音对 ，Itza 的音对正是蚁蛇 ，Chichen Itza 就是蚁蛇的嘴泉，它是100%的汉字的表现。蚁蛇是美国原住民最重要的图腾崇拜，谁敢说玛雅文与汉字无关呢？谁敢说中国的龙不是蚁蛇的原型呢？我们再从墨西哥到世界最有名的金字塔，埃及金字塔叫做 Pyramid of Giza。那 Giza 又与 Giza 联谊共振了，各位可以试着用林教授的 Echo 去解开这两种人类远古文明的共振吧。以上只是狭义的联谊共振，还有广义的联谊共振将由林教授讲解吧。现在请美丽世界的缔造者张纯一女士来介绍林宗明教授。大家好，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请到林宗明教授为我们谈联谊共振这个题目啊。那林教授他毕业于成大电机系，来美国以后，他先后担任贝尔实验室等高科技公司的科技研发。好，下一页。他也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呢做过访问学者，他的科技专利有20多项，也发表了很多的科技论文，曾经获得最佳论文奖，是晶片光导的研究。下一页。可是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兴趣呢，完全跟理工没有关系。下一页。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学非常有兴趣，尤其对于《文心雕龙》这部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也是成就最高的文学批评，他花了很多的功夫研究，是这本书是由南朝的刘勰所著作的，
林教授一共写过20多篇的论文谈文心雕龙，另外他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冰心雕龙。我们注意冰心雕龙这个字呢，冰这个字有文也有武，那武是指什么呢？武我们看下面，下面一页哈，武就是指那个孙子兵法，因为林教授对孙子兵法也很有研究，他曾经在那个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发表的论文得到最佳文奖。另外他还曾经出任长春师范大学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教授昭明文选。昭明文选也是南朝时代一本非常著名的文选，是由昭明太子所编撰的。他林教授是这个山东的孙子兵法研究研讨会的国际顾问。林教授他除了研究古典文学以外，他本身也喜欢写诗啊，写书法、绘画、摄影，在他的书里面都有很多他的这一方面的艺术作品。比如说他替中国诗经学会发行一本《诗行天下》，在里面就有200余幅他的作品。好，下一页。他也经常呢策划艺术展览，在《视觉雅集》里面这本书呢有近百件的艺术作品，所有的诗跋印章都是有英文和中文的翻译，由林教授亲自为之，可以看出他的英文的渊源。那林教授大家一定会觉得说他是学理工的，可是他对于中国的国学有这个很深厚的这个修养，也很喜欢艺术创作。那么他这一方面的遗传呢，可能就是很明显的是从得到母亲张静。张静是台大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人大概都上过 张教授的课。他从小得到母亲的这个教导呢，所以哥哥林中斌和他呢两个人都有很扎实的文学的根底。林中斌我想大家都看过林先生在报纸上写的文章，他对于文学艺术也是修养深厚，虽然他是学国际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专家。林教授他的夫人是黄雅纯，也是我们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的会员，笔名叫玄黄，他是名小说家。林中斌教授曾经说过，他说我与弟弟林中明在中国文学艺术上的基础完全奠基于母亲的教诲。下一页。林教授曾经担任北加州华文作家协会的会长，美华艺术学会的会长，也被山东孙子兵法研究会呢邀请为国际顾问。现在他是北美牡丹诗会的会长，还有日本东京国际书画交流在美国的分会长。由于林教授准备的非常丰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请他为我们谈研议共振。谢谢。好的，那就开始跟大家做报告。谢谢。这是我的封面。因为是今天是我们北美的大年初五，所以用一个贺年卡跟大家贺年，这个新年快乐到了。反过来中间有两个老虎的虎字，这是这个金石世界创作奖王跃进帮我做的，他用手撕的纸啊，这个一个老虎是立的在呼啸，另外一个是横的卧虎，这个是用英文字的 tiger 剪成一个撕成一个老虎，所以说文心雕龙有老虎，大家就会联想到这个我们这个听众都是卧虎藏龙之辈，所以我用这个这样的一个图来向大家致敬。都说恭喜发财，我想文学跟艺术的话是文笔的彩笔跟这个画画的彩笔，所以我特制一个图用的是这个水仙花的金花跟这个这个 tulip， 恭喜大家发财。这个背景的是一个柚子的皮的内页这个写的是朱砂痣，就是有这个去邪的味道
所以用恭喜发财跟大家恭贺。联谊共振，其实我今天做报告已经是第五、第六次啊，以前做过不同的演讲跟这个国际研讨会的报告，然后去年十月底还在台湾大学电机系的55级，这个都是理工男、理工女，他们这平常对文化、艺术、音乐没有时间，可是呢，他们邀请我做一个报告，我就用这个联谊共振的题目跟他们 go over， 因为也看一看，这个是理工男、理工女对这样子一个题目会不会能够接受啊？结果讲了一半，他们都了解，因为台大电机系大家都知道，台大电机系就是所谓台湾的一个尖子啊，理工男、理工女，他们听了一半，他们觉得都能够了解，所以我想，今天来听讲的都是文学艺术的行家啊，所以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当然我这个做的报告每次与时俱进，所以都是有新的投影片。这张那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学习的问题啊，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我加了一句啊，叫做习而时学之，那就是除了学以前的东西，那我们也要学新的，中西古今都要学。所以我做一个特别的贺年卡，就是学而时习之，然后习而时学之。今天的大纲有10条，那这个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照理说，照美国的演讲，尤其比较严肃的，都是要讲一个故事啊，都是小菜一，然后是破题。讲到 echo 的有机跟无机的问题，还有 echo 的创造缘起，这个之后的学术背景是什么，然后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echo 刚刚像杨会长说的有窄义跟广义，就像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一样，有窄义跟广义，广义这个应用更大，因为应用的大的话，它有本身是一个有普世趣味的可能性啊，这个我们不说普世价值，价值的话，这个牵涉到金融的问题，我们是讲趣味，所以 echo 本身我把它当做一个有普世趣味的一个艺术的 genre 艺术种类。那说这个问题，很多人用文学来讲美学，讲美术艺术。可是这两方面一般是不相沟通的，文学讲艺术，艺术讲文学，画家讲文学，有时候这个不是能够全部可以笼罩。所以从文心雕龙来讲艺术有些人开始讲过去10年，可是因为都是古典文学家之类的啊，如果他本身不是画家、书法家、诗人讲这样子的题目，虽然写很多论文，可是都是文字。所以要把文心雕龙用到艺术的创新来讲的话，一定要拿出真正的作品。所以我举办了艺展，有很多朋友来帮忙，所以是有真正的作品。第九条当然是讲完之后请大家指教，有所谓 Q&A 大家交流。最后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做法，说起来好像是文心雕龙出来，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大家都会做，所以最后是希望大家共襄心意。小菜一碟，就是封面上这两个图，左边这两个图都是大概20分钟的作品啊。左边是一个俄国的女画家，是一个高手，莫斯科来的，这个是我去参加这个世界女画家的这个双年会，在蒙古的展览。这个俄国女画家呢，她的画拿到蒙古这个国家艺术馆展出的时候呢，这个被布展的人把它弄丢了包括另外一个弄丢的就是我那人的画也弄丢了。可是呢，这个中国人跟蒙古人说画弄丢了，他们不太有反应的。那这个俄国人的画弄丢了，他就板起脸来就训了。这个
蒙古人看到俄国人是很怕的，但中国人常常不太高兴。所以俄国这个女画家一板脸，她说：“你们把我画弄丢了，你们要赔我几十万美金啊！”把这个蒙古这个国家艺术馆的二十几人吓得鸡飞狗跳，这个全场几层楼都去找。那我就开他玩笑，我说：“别这么紧张，我说这个你的画有人把你偷掉的话，表示你画得好。”那这个俄国人不太有幽默感，就很生气，说我画弄掉了，你还在跟我开玩笑，很生气。结果他们二十几个人找了十分钟，找到回来报告说找到了。所以我就又跟他开玩笑，因为我那人这个黄雅泉的话也找到了，所以应该是高兴，我就开他玩笑。我说你这个画可能画的不好吧，人家还是不要啊。我他更气了，他就把画拿出来，他说你说说看，你懂得画吗？我一看，哎呦，他这个画真的是很高明，是莫斯科大学这个的高手，也是俄国的这个名家啊。我就跟他讲了三点我的看法。哦，他一听说，哎，这个老外虽然不是画，这个老中虽然不是画家，讲得很道地啊。后来我们吃饭，我跟这个俄国人坐在一起，那谈到艺术的问题，我还引了 Pushkin 的诗啊，所以他们俄国人后来这个对我另眼相看。临走的时候他就当众啊做了一个框，把他的一个素描，就是蒙古的女孩啊，他送给我。那对他来讲，大家认为知道他的人就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女画家非常傲，不太给人脸色看，居然画了一个素描送给我。但我也很感谢，我就啊，隔两年这个世界女画家在高雄展，那我也去啊，这个去旁听嘛。那我就啊做了一个用台湾的凤蝶画了一个图，画在咖啡这个绿纸上面，因为这个不是画家随便拿了纸就做啊，也是二分钟。可是我写了首诗，这诗是这样子 ：Butterfly, oh butterfly, over the continent, you happily fly, flipping your wings, and the hurricane arrives。这个当然意思就是。有名的这个说法就是在东半球这个有一个蝴蝶扇下翅膀，经过各种影响到了东半球，就有一个 hurricane 这个飓风产生了。这个意思其实也就是说，一个新的艺术理念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蝴蝶扇了一个翅膀，当然希望大家这个能够接受，然后有更多人来发扬，所以隔了一个大洋之后也可以造成一个风气，也未可知啊。就中国人的说法来讲，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这个两个图大家一看就知道了，两个是相对的，两个都是素描，两个出手都很快，二十分钟的作品，可是内容就大有不一样啊。这就所谓这个 echo 的意思，这个有呼应，有正有反，有延伸，有事情，有讲的语言，有诗啊，所以就是用这个来开场。好，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说这个 Hurricane Rives 这个图送给他之后，隔一个星期啊，这个有一个 Super Typhoon 就要 arrive， 这个害的这个啊世界女画家他们这个离开都有问题。后来就有人抱怨说林先生，林老先生，你这个玩笑开太大了，你说这个。蝴蝶扇下翅膀，这 hurricane arrives。现在隔了一个星期，一个大台风来了，害得这个大家都不能出去玩，在台湾，这个飞机都延期了。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笑话。那这个题目也可以是做一年半的，因为是牵涉到世界的艺术史上的问题，就是所谓这个 echo， 我认为是这个中西艺术史上第一次，就是两个画家。好的画家互相做一幅作品有呼应，这个中间有正有反，有事情，有言语啊。那做得好很花时间。这两位呢是圣何塞的啊艺术史的名家，都是教西洋艺术史的名家，所以我在一个展览是会看到的。2013，我跟他们谈到我这个理念，那他们是行家，一听说果然，他说我们西洋就没有这样一个 echo 一个做法，从来画家都是一个人画，所以他们为了我这个题目花了一年半啊，
不是二春中啊，一年半两个人做了两个作品。这个待会儿我跟大家细细报告，我就是先跟大家破一个题，就是 Echo 这个做法可以是二春中的速写，也可以花一年半做这个很震撼的作品啊。而且他们还写诗，因为我要求这个希望有诗，所以啊，这个女画家林 Powers Professor 林 Powers 就写了一首诗，叫做 An Echo。 那我没有东西送他们，因为他们花这么多时间，平常一幅画都是几万美金的，17万有多，那我没有办法这个答谢他们，所以我就把他的诗翻成中文，写在一张这个女画家她母亲当年学中国画的时候的一张纸上面送给他们，啊，他们很满意，因为他们参加我这个活动不是为了发财的，是破财的，花了一年半，所以我就用一张纸送还给他们。那他们是行家，所以一看觉得满意，说啊，你这样子答谢是可以的。所以所谓 echo 可以是二十分钟，也可以是一年半，也可以做得非常啊。今生啊，还有诗啊，这个我跟大家再讲一讲。那这个就是我跟刘荣前院士，这个加拿大的院士，我跟他合作的 Echo， 他的是下雪的，我是用这个秋天的黑白对彩色，这个以隶书的背景对隶书啊，中间还有讲话，所以就正反事情跟言语都做到。那张图就是当年这个也是正月初破题 Echo， 就是希望是两个艺术家或者两个艺术家之上的，他们互相呼应啊。Echo 用的方式是中国人的 couplet， 就是中国的对联，两个作品呢或者三个作品互相之间要和谐的呼应，然后有互动跟共振啊，比这个回音还要大，回音的话是减弱的，共振的话就是两个互相发生更多的能量，这个达到数学上所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新感受跟不同的境界啊，就除了他们本身的境界之外，两个加在一起看的人会觉得是一个新的境界，所以 echo 是这样子的定义。那这个 harmony 这个 oscillating 怎么说啊？啊，这个下面有一个图，就是书法大师杜忠厚，他这个讲书法，他说你看看，女跟子是两个很好的词，合在一起，如果安排的不好，就是在打架一样的。他说你看，像这张写的字，这个女跟子就两个用拳头在打，所以不是他们。如果写的好的话，这个百年好合，这个女跟子，或者是这等于两个艺术家作品一样。这互相有来往，这个也没有拳打脚踢啊，上一副是拳打，还有一副脚踢，所以我就用这个杜忠厚的解释书法来讲这个 harmony。 这个我们中国人对书法都熟，一看哦，懂了，这个所谓 harmony 是这样子安排，两个艺术作品是这样子安排，像中文字那本身就是画，讲的东西是旧的，可是我希望是有从旧经典达到活智慧到现代，我们借助知识平台把这个旧的东西把它做活，把新的信息啊，所做的艺术是雅艺术，我们这样做的话，希望能够加强这个所谓的固有的文化众生，我们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所以我们这一代也要做出我们的贡献。Echo 有无机跟有机的内涵，当然不随便拿两个就凑在一起就叫做 Echo， 那就是叫所谓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或者是军阀点这个京戏，说啊，你们两个给我演一出秦琼战关公我要看啊，那这就是金庸所说的非也非也，不是这样子来 Echo 的。这个当然这个要对，也要有绝活在啊，不是说放四句就叫做绝句，这个真正的诗的绝句是一句一绝，而不是说放四句就叫做绝句，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是 echo 这个中间互相还有别绝跟秀句啊，所以这个不是无机的，是共振，是有机的。举几个不是 echo 的东西，
像 Frank Sinatra 有名的歌 My Way， 他就是一个人，或者是 Helen Keller 眼睛看不见，他闻闻这个玫瑰花，那他也是一个人而已啊。这个所以不是 Echo。 这个 Mark Twain 跟 Shakespeare 这个当然是一个人，就是他的作品，像 Mark Twain 这个 Tom Sawyer 跟这个 Huckleberry Finn， 那就是两个人要玩在一起，他们的情况就是 Echo。或者 Shakespeare As You Like It 这个封面当然是两个人在 echo， 那左边上边是 Helen Keller 用手摸这个 Chaplin 的脸，因为 Helen Keller 眼睛瞎了，可是他很厉害，他一摸人的脸，就像我们这个懂得这个看相一样，他就知道这个人的性格，所以是很厉害的这个 Helen Keller。 所以有两个人，他是 Helen Keller 做他的表演，伟大的 Chaplin 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啊、所以不是 Echo。 右下角是、这个、爱因斯坦跟他朋友在聊天，所以他们聊的是什么呢？是跟科学有关呢？看来不像、啊、很高兴的大家不是在 Echo。 这个有两个人有动作，可是是这个纽约的 警长在试这个创新的防弹马甲，他的朋友这个知道警长枪法很好，所以笑笑的接受他这个当众这个测试这个防弹马甲是不是 effective。 所以诸位看这一枪打过去，当然这个防弹马甲能够挡住，但这个朋友就被打死。虽然是两个人，可是 not in harmony， 这个是很这个残暴很凶残的一个镜头啊，这个是等于是处决犯人，所以有两个人也有动作也有笑容呼应，旁边观众也很高兴，可是呢这个太残忍了，是 not in harmony， 不是 echo。 或者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用英文跟希腊文写两幅，那还是讲一样东西，所以也不是 echo。 或者一个画家画两幅画在墙上面，那这个笔触是一样的，所以也不是 echo。 这个小孩当不懂，看着说哎，这个图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小孩看两个图他觉得很有意思，可是其实是一个画家的同一个 style。 这画家是瑞士的画家，叫做 Michael Mitchell， 在他的 gallery。 或者是八大山人，他用四幅来画画，可是四幅都是一类的，所以也不是共振。或者是叶最白的儿子叶飞白画四匹马，虽然有四君子在，可是呢还是一套，所以也不是共振。那像这个有两个电塔，好像是共振吗？那其实是无机的啊，不是有机的，所以也不能算共振。那这个墙上的两个玻璃窗有两个国旗反射出来，好像是两幅，可是不是一个设计，是偶然的。或者在深圳的这个美术馆，他们很得意的展出这个所谓 double vision。 那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其实是把一个景物换一个角度，明暗改一改，这个内容有限。那他们就不服气，说那你有什么高明的？我说我的这个办的这个 echo 是指两个画家要正反事情言语都表现出来，要有深度有广度有高度。那他们有点沮丧啊，我说这个有机会你来看看我办的这个 echo 是怎么做的，不是放两个也类似的变点颜色而已啊。Could be much richer in echo， 这个是我跟他们讲的。啊，这个是这个车旁边这个玻璃窗上跟镜子的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叫做蜘蛛，他织出来的这个丝呢几乎是一个线条的这个抽象画。可是因为他只有一个生物，所以虽然这个两个刚好背景是不一样，比刚刚前面那个 double vision 要有趣的多，可是是一个蜘蛛做出来的，所以很抱歉也不是好的 echo。 就人类的观点来讲，或者是我内人玄黄，他的这个小说玄黄皇冠帮他出了两集啊，封面是不一样的，因为是讲同样这个一个小说《那年别年》，
所以虽然有两个好像是 echo， 可是呢其实一件事情，所以不能算是 echo。 那这幅图画上面是一个实一个虚，下面是日本的风景，同样一个地方，夏天跟秋天啊，因为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景色，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算 echo 可能比较勉强。那这个台湾有一个画的水莲的摄影，那我用一个实莲跟它相对，这个就比较接近所谓的正对，这个缘起啊来说这个背景，这个空。为什么这个 echo 对我们中国人或者对我特别有反应？因为孔子说人啊，这个人是一个人字旁有两个。那这种啊文化背景，这样子的理念，这样子的用字的字的创造，这个西方是没有的。孔子说君子慎独，西方文化跟艺术家啊是讲究个人主义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像虎年，这个一山不容二虎啊，这个西方讲究这个 unicorn， 就是一个单独的突破，这个不是两个合在一起。可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大家离群而缩居啊，这个难免孤陋而寡闻，还好有美丽新世界给大家提供好的节目。可是呢，如何打破这个孤独感跟焦虑的病啊，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文化人艺术喜欢艺术的这个可以来做 echo 这样子做法，一加一大于二。如果两方这个将心比心啊，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协调合作，那这个不只是智商的问题，牵涉到艺术的商跟情商。那最后我还加一个字，协商，就 cooperation， 这个不是智商而已。这个我有一个本书叫做《冰心雕龙》，封面就是画两个龙，不是在斗争啊，是合作，这个二龙戏珠啊。所以是《易经》上面说“见群龙无首吉”，这是我20年第一个提出来，认为《易经》“见群龙无首吉”这个话2000年大家误解错了，是吉，不是见群龙无首不吉啊。这个现在很多哲学家都接受这个观念，都在讲这个“见群龙无首吉”这个说法，其实是我第一个。在20年前在赵明文件提出来的，所以是合作，两个龙合作，不是在打架。当然一个鸟一个蜂鸟对着天看是很寂寞的，很多鱼在一起那也不是 echo， 就是大家开 party。 这个画是我画在一个木板上，画很多鱼，画到鱼的话大家一定想到这个庄子跟惠子的话。回到这个人道跟西方霸道这个文化的背景啊，所以我提出来这个 echo， 虽然这个两位西方艺术史的专家都觉得很有挑战性，可是西方是独霸的，所以中国跟中国这个人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那我们说 win-win， 两个合在一起 win-win， 西方没有这样一个文化。啊，要独创啊，所以两够跟这个高跟呢就吵起来，两够把耳朵都割掉，这个他们是不能合作的。那文化上是不崇尚合作，是不是以后会进化到能够像中华文化一样，能够有人道，懂得 win-win 啊？这个未可知。可是至少我们提倡 echo， 给他们当做一个文化的修养吧。实际上说这个。诗经的表现呢，赋比兴，所以所谓 echo 呢，就除了赋之外，两个有比，然后提高境界，就是赋比兴的作用。周易上面也讲到这个同声相求，同气相求，各从其类，那其实也是一个 echo 的说法。鲍士曾在一周双极讲到写文章，也是说这个回乎其色之法备啊，而后引简之意见，就两个合在一起说，会互相看到是单独的一个作品所没有看到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做法呢，就像
Emily Dickinson 说这个书的好处呢，就像一个船把你带到更远的境地，所以 Echo 呢，一加一大于二，是互相把对方的作品合在一起之后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那新的境界两个再合在一起，这张是一个有名的这个画家或者是工程师建筑师胡鸿铄已故的，他送我一幅画，就是赤啊，他的油彩画是天下一绝，有史以来没有人用平面的油彩画油画画山水，而且他每一幅画都是一个中国字啊，所以他1000多幅不重复，所以用一幅画，用他特创的油彩平面的抽象的山水的表达一个中国字，这个是很难的。他老先生这个看得起我，正送我一幅他的画参加我的展，这个画的名字叫做翅。所以 Echo 呢，其实是两个翅膀在一起，让这个鸟可以飞得更远更高，这就是这个胡鸿铄先生的这个幅翅啊，这个非常精彩，可惜过世。那回到这个怎么开始创这个 Echo 的，所以说缘起不灭，这开始是2013年的春天，这个牡丹花开的时候，牡丹诗会这个正在庆祝啊，湾区的施正涵女士这个请的湾区的文化人，那去之前刘荣前先生那时候还没拉院士，可是我知道他高兴，他就给我一幅图，就是这个下面的图的右边的，他说我去品茶品清茶，可是我照了一张相你看看，我一看我说我懂你的意思啊，我就另外做一张图，这也是红颜色跟它合在一起，我说你这个喝清茶你想的是喝红酒，因为他喜欢喝酒，所以我懂得你在照相的时候想到的是喝红酒，所以我用台静农先生的一句话讲这个白话跟文言的这个关系。台静农先生是我母亲的老师，所以是我的太老师，我写过专文纪念他，就是茶酒兄弟儿，所以我说你不要因为这个我知道你这个喝茶就想到酒，所以我就提了一幅纸把我的一个照相跟他合在一起，在 party 的时候放在这个施正涵女士的这个火炉上面，当时余丽卿女士也在做啊，她是有名的作家诗人，后来去世之前诗写的极好，也是画家。他看了以后，他就是这幅图，他说你这个是一个创新啊，他说你应该把它再推展啊。后来我就跟刘荣前在右边上面右上角，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 echo 的这个理念，把它推动。所以整个 echo 是这样子缘起啊。这个照片是当年啊，余丽卿开牡丹诗会，我去旁听，也上台讲了几句话，念了两首诗，送他一本书啊，他觉得很高兴。后来他说身体不好，叫我帮他做义工，所以是缘起不灭。这个呢，彩图这个上中跟下一共5幅，是刘荣前，他这个时候已经拿到院士了，很不容易。加拿大皇家艺术学院一个中国人能拿到院士，很不容易，所以是大高手。所以他把这个5幅图寄给他说你看看你能够 echo， 那我选了2张院子里面就有竹子跟他合在一起作为一个 echo。 那还有一个啊，就是他有一幅照的这个雾里桃花红，那我就说哎，我有幅给你 echo 一下，我有一幅图叫做月下怀李白，照的像是真的啊，不是画的啊，提了诗然后跟他这个 echo 相合，这个是刘荣前，就是这个甲午年2014，也是正月初五，就是今天正月初五，他寄了一张在 Montreal 大学的这个雪，在这个树上面的照相。那时候我手边没有好的作品，我就提了一首诗给他，用黑白跟他这个大于黑白相对。可是呢，到了去年我就有一个图，我说我用一个彩色的秋天的对你的冬天的，可是这个背后的墨笔呢都是隶书啊，
所以用这个跟他做一个 echo。 这个 echo 呢，我说是一个 new genre， 这个艺术史的高手也认为是如此，因为西方没有过。可是这个西方有个说法，这个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事情啊，这个是很难的。尤其讲到艺术上的新的艺术种类 genre， 那是一百年，似乎一百年有一两个吧。像这一个就是Duchamp， 他这个有名的拿一个这个尿壶拿去作战，这个是真正的上个世纪的真正的啊这个艺术的种类的大突破，其他都不是，其他都是推演。他老先生做了这个，还写了一个从啊，画了一幅一个女士从楼梯上下来，就是在镜中有洞，诸如此类，他做了好几种，都是大突破。那其他的都不算是大突破，所以这个所谓这个 genre 新的艺术种类是很困难的啊。就像后来因为突破太厉害了，他觉得能够做完了，他就下棋了，不再画画。文心雕龙这个也是一个突破的书，他说从前都是把这个儒家的经典拿来做注啊，他说应该是想点新的做法，不然的话做注解释以前的经典，那这个从前的高手就有神解，未足立家。所以文心雕龙是一个新的做法。说到艺术，这个艺则为我啊，这个 echo 这个跟西方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的一本书，世行天下，是中国视听学会的出的这个第二本书。这个封面我就提了四句话：艺则为我，这个写文章要有我，实践无我，艺则为我。这个艺术家是只想到自己。可是呢，文心雕龙有一篇叫做《立词》，他对于这个对联的做法提出四个重点。他说有四个情况，一个是用言语来对，这个比较容易，随便说话，背后有历史的背景，这个就难。要正着来对啊，这个太容易；要反着来对，这个就好啊。所以他提出这个四个对于这个做对的方式啊。这个日本的天照金刚空海大师到唐朝来了一年，是个大高手，书法也高手。他回去写了一本《文境秘符论》，提出29种文字的对啊，最后一个是不对之对，这个有幽默感。可是写的那么复杂，那跟有些这个用四个就把大的情况讲完，那是有不一样的做法。日本的匠人精神由此可见。那这个我就把有些这个四个：言对为易，事对为难，正对为劣，反对为优。借助一个我们家后院的这个 Mockingbird， 他喜欢春夏天来唱歌，那我就吹哨跟他对。这个 Mockingbird 很厉害，他一听说有另外一个声音，他就换了一种方式唱歌。那我也换一种方式吹哨，然后我再换一种别的，他也能够追着这个变。所以在这个交流里面呢，就是正反这个事情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个人可以跟鸟来做 echo， 这个有名的 To Kill a Mockingbird， 当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就我举这个人跟鸟的这个 echo 来做这个解释。我把文心雕龙第四篇的这个精彩的话选重新安排变成两个对联，请这个书法家的老师陈淑贞做了这个朱砂笔的写的对联，因为要布展的展出，然后他让他的学生学习，把这个我写的这个文心雕龙的两副对联，他写过，他学生再写，然后再展览的时候把它列出来。当然我们提出的 echo， 我刚刚讲到中华有人道这个观念，这个还不止，因为我们是用筷子的民族啊，西方是用刀叉，就是一个人 单打独斗的，一个叉子叉了就吃，一个刀子切。中国用筷子这个精神是很特殊的，所以就基本上有一个不同的文化理念。
除了孔子说的文人道之外、啊、就是用两根筷子，这个如果不合作的话你吃不到东西的。所以看看这个小孩，就是妈妈叫他用筷子他不会用，扣起来后来学一下很快就会，然后用筷子吃得很高兴、啊、所以这个 echo 也是一样，开始可能不习惯，可是中国人有人道的背景，用筷子的这个生活方式，所以 echo 对我们来讲根本就是 common sense。 虽然我说是新的，可是这个后面的理念做法跟文化，跟文化基因其实是原来我们已经有的。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庄子跟惠子在桥上面说鱼到底快乐不快乐，就庄子的说法就是正对，他说你看鱼游来游去很高兴，就正对。惠子呢专门唱反调，就是你怎么知道我看他们不快乐，所以他是跟他做一个反对。可惜这个没有艺术作品留下来，只有这个庄子写的这个言谈的记录。这张是两个伟大的科学家，左边是 Niels Bohr， 右边是 Einstein。因为波尔这一派呢，就是说有这个量子力学。艾森豪说，不是爱因斯坦说，这个你们不要开玩笑，上帝是不会丢奢侈的。巴里说这个事情都是不可测，所以到死他是不服气的。两个人真的很厉害，两个人先后拿到 Nobel Prize。这个波尔本来1921要拿到，可是呢，他就谦让，他说你们不给爱因斯坦的话我不能拿，所以爱因斯坦跟他两个是1921 1922都拿到 Nobel Prize， 所以两个人到死都是斗争的。爱因斯坦每次斗争都失败了，这个到死他都没有争过这个波尔，可是他说的说法可能有更深层的道理。可惜没有艺术品，一直到去年前两年有人就把他们两个这个作为艺术品，这样子放在一起为对、啊、说到这个 echo 的载意，大家从刘勰的说法已经知道，跟我做的图片已经知道，当然还有广义的，就爱因斯坦这个相对论，这广义更是伟大、啊、因为我认为 echo 是一个普世趣味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做。所以呢，除了我这个推展之外，后来在展出之后，像这个 Michael Mitchell 跟这个，一个是瑞士的，一个是泰国的，他们2+1做这个对，就是一个人做一个作品，另外一个人在上面再加底，变成两个合在一起。这个是在一个他们参加我办的 Echo 之后，他们也推出他们的做法，所以算是一个广义的延伸。台湾台南的许翠华、庄雅栋他们就也办了一个世界一家，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这个夫妇或者是家里面的成员，就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只要有两个作品就算了，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广义的。或者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杨会长，他会讲讲这个他对比较文学的 echo， 然后张纯英会长会讲讲文学跟音乐，这个我们要偶尔留点时间让他们给大家分享。或者王跃进，他是用这个雪花剪纸，用跟这个跟雪花来 echo， 跟鸟的对答，跟古人相应，还有这个新的听众，像台大电机系的啊，听完我的演讲，隔几个钟头就可以找出作品来做这个 echo。 所以这个就是啊，雪花啊，这个王跃进他剪了3200种不同的雪花，因为每一个雪花都是不同的，他剪了3200种剪纸啊，这个创了世界纪录，所以拿到金石纪录啊，所以这是一个人剪纸跟这个自然界的雪花相对。那说到是艺术家相对，这个雪花是艺术家吗？这很难说，这个生命的这个有跟无是真的有那么大区别，或者不同定义。因为大家想一想，每一个雪花都是不一样，有史以来每一滴雪花这个掉下来都是不一样，所以中国在办这个冬奥就是用雪花来开场啊，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每一个雪花是不一样的。所以王跃进先生是用剪纸跟这个自然的雪花 echo
这个是他的剪纸。这左下他还有一个金石记录，就是他写连体的空心字，写老子五千年，啊，中间不交叉不重复。他去跟这个得到诺贝尔奖的高锟，高锟就是发明光纤的这个人，因为中间是通的光纤，跟他连体字有类似，他们合照一张，在高锟去世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echo。那这个他帮我剪的这个老虎，这个我把它合在一起，当做 echo。然后我把他这个老虎跟苏东坡的这个诗放在一起，算是我跟他的 echo。苏东坡28岁写的诗，临风莫长啸，遗响浩南收。我把他的这个首诗的老虎跟他合在一起，算是一个这个力虎啸风图，当做一个 echo。刚刚讲到这个庄亚栋跟许翠华，他们在台南隔了一年，啊，也办了一个，就是兄弟姊妹只要是亲属关系都做两个作品，就是合在一起，叫做这个天涯比邻艺术一家，这样子一个艺术展，也相当规模相当大，我们也都参加了，所以算是一个广义的 echo。 那这个除了绘画平面之外，这边是这个做这个龙犬青瓷的这个王先生，他来作展到西谷，那我这个奉命接待这个致辞，我就拿出一个我在桃园做的一个陶瓷，提了我的诗，跟画了几笔画跟他 echo。 他非常惊讶，他说你们西谷这个都是科技人，居然出来一个拿出一个自己作品跟我来相对，他非常高兴。第二年我办展，他就寄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龙犬青瓷用航空现实专送过来跟我的这个搭配。所以不是说画照相，这个做一个陶瓷这个作品也可以 echo 的。或者周春堂院长，他可惜过世了，过世之前他在英国的威尔斯大学做汉学院的院长，也做过这个华文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他喜欢作诗，做了到了京都，他写了一首诗《奈良怀古》，啊，照了一张像，这个唐传的像，寄给我。那我很快就跟他回了一幅，也是用后来这个日本京都这个广目天王的雕像，我写的是一首诗跟他合，这个也算是 echo 吧。前两年我们美国的画家，我们组一个团参加东京的这个书画会啊，这个我画了一幅画，就是跟这个日本最有名的一个佛像，或者日本最以为自豪的叫回头禅师这个禅师高度是隋唐时候雕的，就隋朝或者宋朝，这个高度是77厘米。那我画一幅画也是整整77厘米啊，可是呢我是提了诗，日本有像有他的这个佛教的想法，可是这个书法诗是我没有看到好的啊，所以我提这首诗跟一个清朝的人的诗我都写在这个图上面。可是这个莲花座呢，我们也画一朵莲花，所以不是一个死的木头。就在日本东京展的时候呢，这个评赏的人这个也给我一个金奖，因为这个日本人很讲究这个细致的东西啊，所以看到一个美国来的中国人画一幅画，这个用他们最崇拜尊敬的这个回头佛像，而且是跟他的高度是完全77厘米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给我一个金奖。所以这个 echo 呢，就是跟过去的一个佛像，我也跟他们 echo。 这个我那人跟我去看这个东京这个有名的上野公园，里面刚好看到一个女士叫小林真诚，她做了很多图，画得很好。我看她的一个圆的盘，我问她你这个圆的盘是什么，她说我画樱花。哦，我说这个 Grace 他也有一个樱花的图是方的，他说带来了没有，我说在旅馆，他说有多远，我说我来回一趟跑快一点
老先生跑快一点，30分钟回来，你等一等。所以我就回到旅馆，把这个 Grace 的这个樱花图跟我提的诗拿来，跟他合照一张。他说：“哦，这个画的真好，因为他画的倒还是比较机械，就所谓有机跟无机。”那 Grace 这个画的时候，日本都非常喜欢的。我提的时候是：“天理闭目，半日闲，醒觉人世已七天。”四月雪片缤纷落，春阴散花作仙边，啊，是这样子的诗。那还有真正做对啊，就是60年以前，当这个台湾的孔圣人孔德成，就是孔子的第72代孙衍圣公啊，那时候这个大家帮他做庆祝，我母亲写了对联，台静农先生帮他写了书法啊，这个做了展出。到了2年3年前，那我也写了，看到这个我就因为是隔了六十年，这个孔德成已经是100年了，所以我就写了一幅上联，这个家母的学生黄启芳教授，后来是台大文学院的院长跟世新大学的院长，他是宋学的大师了。所以他出手很快，他对那个下联后来改成上联。那后来他请他的学生潘淑梅，这个台湾这个书法理事会的会长，把这个我们写的合在一起。这个就是左边就是当年家母跟这个台静农老师这个写的对联，右边就是这个潘淑梅用篆字把我跟黄启芳所写的对联，他写成书法。所以这个是隔了60年之后啊，三个人对三个人，两幅对联相对，所以这个 echo 的功臣就是好大了。这个是去年就是辛亥革命110年，在硅谷七谷亚洲艺术中心展出一张，就是马向伯先生90岁写的一个对联，只有上联。马向伯是复旦跟辅仁大学的创始人。这个在99岁100岁的时候，1939年抗战的时候死于日本侵略这个逃难的时候，他这个上联是有奇书读胜看花，这个左边注意看他的书法是很文人书法，因为没有下联，我就对了一个这个书法换成一个冰心雕龙的做法，就是我们要跟武的这个味道相对，我写一个下联无壮士行空悲切啊，这个是相对，可是用了书法的这个形式，就是不是文人的书法。当然还可以跟这个当代大师相对。去年十月，溥心畬有一个画展，他居然展出一些他画的这个小鬼的图啊，这个是大家以前不能想象，以为他画的都是这个山水很雅致。他居然有很多幅画小鬼的图，提了诗，这很幽默。那我看到也，我说啊，我刚好也有一幅，我当年画这个钟馗的妹妹，这个端午节送东西给她吃啊，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鬼，挑两个小鬼，还有酒送给这个钟馗。这诗是这样子：酒一坛，鬼两个，送与阿哥做点，都当点心，这个送小鬼给你吃啊。这个哥哥若嫌礼物少，连挑担的是三个，就是这个送小鬼给哥哥吃的这个比较大的鬼呢，也是要送给他吃的。所以这个有时候有些国家这个要给更大的这个霸权送礼，有时候自己也是当做点心要被大国吃掉的。这个所以我用这一幅跟这个溥心畬大师的小鬼图相对，他是水墨的，我是彩色的，但他这个鬼还是比较雅致，我画的图就用的是比较更人心叵测的意思啊。这个是2013年去世的，98岁，是这个世界中国艺术史的第一高手，叫做 Michael Sullivan， 他到湾区来做演讲，可能是最后一次。他在斯坦福教过书，
可是我看了他东西，我就他来讲的时候，我跟他说，你有一本书叫做《三绝》The Three Perfections。所以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我送他一本我编的我策展的四绝雅集。我说你老先生应该再写一本 The Four Perfections， 把诗书画印都放进去。他很惊讶，他说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人办出这样一个，他说我研究中国艺术史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做法啊。每一个作品包括油画，包括这个立体雕刻，都要有诗书画印，中文翻英文，英文翻中文。所以在吃饭就跟他聊聊聊天，把这个我的四绝雅集图录送给他。哦，他一聊高兴了，把大家旁边都忘了。这个诸位看到他跟我拍拍肩膀，当做这个 brother 一样聊天，聊得很高兴。那时候他97岁，啊，等到他回去，隔半年就过世，很可惜。可是呢，这个 The Three Perfections 对这个四绝雅集，那是这个是绝对啊，就没有第二。他过世之后，那还有一个对，就是2019年，丁邦鑫院士跟他的夫人陈琦到湾区来开画展，一个是画画，一个写诗。丁邦鑫写诗写书法，他的夫人画画，他们也幅画两个仙鹤，这个两位代表他们两位。那这个展览请我做致辞，我就拿出去我的画，然后跟他讲这个51年前他当年在西雅图接过我飞机，他说他不记得了。所以这个是为言对为意，就是要怎么样记忆，事对为难，他不记得。所以我拉出一个我的作品跟他这个两个仙鹤对啊。我这幅图是这样子，东之旅，就台湾现在也有这个仙鹤飞到台湾，头顶一点红，白袍黑尾翼，遥飞8000里只为寻暖期啊。这个对于这个留学国外的人看到是有感慨，所以丁邦鑫院士很惊讶，说你居然拿出这样一幅来跟我 echo。 他当然不知道这个 echo， 可是觉得是跟他的两个仙鹤是相对的。那还有这个张大千的最年轻的一个弟子叫王丹丹，在八德园，那去年年底到这边来做展览，我也准备了一幅图送给他，跟他的青绿山水相对，然后也写了诗啊，然后用他这个当年在八德园，这个都是60年前的事，给人家送给他的题目，不染成画了，荷花。这个就是我提的对子，用他的八德园对九寨沟我照的像。春风犹大千，张大千，秋水不染成，是人家帮他提的词啊。这个也是杨振宁说迪瓦克的“秋水不染成”这句名言，所以我这幅送给他，他非常高兴，送了一本这个他的画册，因为我帮他这个张公栋，就是石涛写的这个画的这幅画这写的诗，我帮他翻成中文，他很高兴。这个是去年年底，啊，有这个魏乐堂，这是一个工程师。是过去100年华人的最出色的一个抽象画家，他画抽象画，这个也能够写字，也研究中国的这个金石，包括易和明。那这个是2014，8年以前，我不知道他过世，看他展出一幅他的左边的这个在唐瓷上面的抽象画，有点沉闷啊，我就也做了一幅在金属上面。用 acrylic 做了一个彩色的，跟它就阴暗的相对。我提一个名字叫做阴阳之始，啊，这个最右下角是太极图，然后左边是阳，右边是阴。那到了去年底，他的纪念展，百年纪念展，我看到他的年谱，果然他很注重阴阳这两个字，所以当年我就提了诗啊，做了一幅画，跟他做相对啊，这个也是 echo。那他的展，我还把另外一个湾区的工程师的作品是用电脑画图啊，做了方程式，也画出抽象画来的画，他叫做 John Chen， 我用他的画提了我的诗，跟这个魏乐堂来相对，
所以这个就是广义。那就回到这个我们创 Echo 的这个刘荣前院士啊，他在2014年的下半期拿到这个院士。去年他有一个演讲叫做静悟啊，注意看他这个静悟就很妙啊，所以我就跟他做了一幅用火红树的这个油墨山水在镜子里面照出来的，跟他的演讲做一个相对啊，这个 Echo。因为这个当年一起创 Echo， 所以他有展，那我也做一幅这个专门跟他 Echo 的作品。这个就是他这个雪景，跟我这个用秋天的颜色相对的，因为都是他当年给我的时候是正月初五，也就是今天正月初五。或者其他人像这个桃花。左右两幅是成都的画家叫做张金贵，也到过湾区作展。中间是时尚老人，他是齐白石的学生中将啊，在台湾也是非常功力很深的，破把他们的桃花图来相对。时尚老人这个能够用纸画啊，所以我把他们合在一起。这个是湾区的一个摄影家照的墙上的颜色，右边。我用一幅啊，左边在蒙古的喇嘛庙的墙上的颜色，跟有两个鸽子啊，所以它是近的，我是有鸽子跟它相对，它也很高兴，说居然有人跟它这样子一幅，三个颜色相对。这幅呢是有名的诗人大师，现在93岁了，他的夫人这个现在比较注意力不集中，可是呢画起画来有特色，就是前两年他画了一幅画，这个左边的一个毛虫看一个画，我看了非常震动，这个用最简单的一个笔触表达一个很特殊的生物跟花的这个 echo。 那我说我有一幅，我这个2009年在这个院子里面砖上面画了一幅，画一个蜗牛看花和欣赏美，所以跟这个向林大师的夫人相对。这个是中秋节经过这个一个山，就是加州的山，是金色的，上面的牛在吃草，我就提首诗：端午南乡走，蓝天清风否，这个弯曲的天是蓝的，黑牛如丁豆，吞金不抬头。这个当然有点开玩笑，就是大家这个拼命啊，赚钱发财，这个把这个金吞了以后，这个才高兴。当吞金是自杀的，当然这个是有点开玩笑。我把这个图是送给这个今天主持节目的杨教授，我说请他指教。杨教授也是高手，他这个是经济学大师啊，也是文史这个文字学考古很厉害。他马上回一首诗，叫做《西湖听中雪，驾舟宿题北，舟与人如豆，雪落漫天飞》。他说：“你能不能找一个这个无人机照的照片？”我说：“现在还找不到。”我说：“我这样子，我找一个这个骆驼在沙漠里面的照相。”我提一首诗，跟他这个 echo 的再 echo。我这个诗是这样子：大漠如黄海，骆驼似小舟。西出玉门关，向道不回头。这个包括老子出楚关，所以跟他再对一次。这样子的话，变成三个不同的作品来相对，叫做三联回忆吧。所以杨庆伟教授他做过演讲，就是从比较文学来看 Echo， 讲得非常精彩。待会我们有时间要请他跟我们再分享一下。他把这个 echo 跟抄袭这个百分比都算了，所以我先把他这个图先放一下，待会儿希望有时间让他跟我们分享他从比较文学看 echo 的应用。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张纯英会长，他是用这个傅聪跟这个傅雷的这个音乐对这个李后主，那这个现在音乐可能大家
听不到啊，我看看试试看。大家听得到音乐吗？听得到，听到。好极了，谢谢。这是毛会长跟我讲怎么做的。注意看，这个钢琴外语系的高手作家，他就提到 echo 呢，可以用文学跟音乐来相对。就他常常讲，所以他用负类跟负冲的这个话来讲，用文学。当时他这个提出的 Rondo 这个 Mozart 这个乐跟后组来做相对，当然不知道叫做 echo。 那我听到张慧讲这么说，我就说啊，那 我把你的这个说法拿到今天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音乐有六分钟，所以我想一下，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音乐，有这样一个看法，或者是广义的 echo， 就是文学跟音乐相对。待会有时间也请这个张会长跟大家分享，因为他是这个提出来文学跟音乐 echo 的第一个。这张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就 Louis Gluck 的这个诗人去年出的一本书，他居然用八大山人的一幅图作为封面，这个是非常难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用了八大山人的话跟诗啊，表示他对中国的文化包括道家都有所了解研究，才会选这样一幅图。那我刚好有一幅这个类似这个八大山用小七这个讲这个事情，我是画了一个这个通常说这个书柱虫，那我说这个书柱虫还吃的书不够，这个真正的书柱虫呢是一个蟒蛇，我叫做这个图叫做书蟒图啊。这个注意看到这个蟒就是把十三斤这个 CD DVD 全部吃到肚子里面，不消化，食骨不化。可是呢，虽然它是一个小鸡，很简单的，我画的很复杂，然后是一个蟒，这个其实都是。背景都是他那幅首诗，叫做“饥贪苦一贪，得大乃食牛啊，借与换铜谱，归放南山头”。这是一个道家的诗，所以我把我的这个跟这个 Louis Gluck 这个去年的这个诗集的封面相对，这个也是代表对他的尊敬，也代表这个八大山人这个了不起，因为我也是研究八大山人的。所以这两个也可以对，当然跟这个诗来讲是正对，跟这个小鸡跟这个蟒蛇就是反对，中间有故事是对，有诗那就是言对，把这有些四个全部包括在里面，算是广义的 echo 吧。那当然说了那么多，诸位还要当然要问，就像这个北京说天桥下面卖把艺的把式的，只说不练是不行的啊，所以说了半天，诸位就说啊，到底你这个展是不是展出来，还是你这个说说为而已啊？这个就是当时作展的时候的场景，这个墙上就是这些参加人的作品，包括刘荣前院士 Professor Lynn Powers、Professor Harry Powers、施正涵、苏维志教授、黄玉英教授、陈淑贞老师。Berkeley 的 Aaron Shaw， Nissel 就是瑞士的， Pai Che 是泰国的，沈振林是大王农场，林宗斌是家兄，这个廖天志是台中的，庄亚东跟许志华是台南的，叶丽是 Oregon， 朱春四是青岛，夏瑶碧是湾区的摄影家，就是他们的作品的墙上。左边就是这个我认为最经典的两幅 echo， 就是这个 Lynn Power 跟 Harry Power， 这个背景是黑的，注意看这个右边这个黑的这个做法呢，是这个当年这个 Limbrand 的这个做法，这很难做，他把这个桌面上这个梨子切的片，这个亮光显出来跟珍珠一样的，这个是
画画里面的大高手，而且懂得艺术史，所以现代跟古代的他居然选一个，比较西方比较古代的，那先生呢做一个现代，就古代对现代，这个背景黑料是相同的，然后这个离子跟这个三朵金花呼应，就是非常精彩、精致、深刻的两个 echo 啊。这个金花这个背景呢，其实老子来，因为他们对老子也读，其实道生于无。无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他们就说你这样子做的这个提出来的理念呢，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有这个潜能啊，算是很鼓励。可惜这个老先生过世，可是他们的作品花了1年半，工程浩大啊，工程浩大。右边这两个是，也是外国人。就是我说提出一个中文提出一个理念，讲的是中国文化的基因，这个外国人懂不懂？是不是承认是这个是艺术史上第一个？那当然，这个两个艺术史的教授硕士，那就没有问题。啊，一个瑞士的，一个南亚的泰国的画家，他们居然这个也会呼应，然后用中国这个直的这个镜框。两个作画来相对，那我很高兴，因为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说的话，变成民族主义了。这个不算是真正的艺术的创作创新啊，因为这个瑞士跟这个泰国的可以相对，我觉得非常高兴。他们也懂得我要求什么，他们也做到。后来他们两个在泰国又办了展，就是一张作品上是两个人的画，一个人先画一个，另外一个人在上面加笔。然后味道是有相符和有冲突的这种对比，所以就是扩展到另外一个领域，这个是其他的作品。这个是苏维志教授跟他的夫人啊 Julie，他们这里啊一听到这个作画，他们因为他们是这个天天在画画，我到他们家一参观，他们就做了很多种，都是几十幅的 echo，那我说不得了，你这个。这个画展展不下了，可是他们就是很好意，让我看看，他们这个 echo 起来，那就是不是一两张的，它是几十幅的这个互相 echo。最后他们选了两个中国的扇子来做 echo，这个扇子一个是蓝颜色，一个黄颜色，这个互补色，那中间有呼应。然后这个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这个 computer art 的高手，他们把它合在一起变成一幅。有两个分开的也合在一起一幅，就这个是一个很精彩的作品啊！这个 echo 又是现代又有中国的这个梅花树啊，这个就是相对颜色黄跟蓝又相对，这个诸如此类的，他们这个做的非常精彩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沈珍妮，她也做过这个北加州的作家协会的会长，她的。图就是一个鸟在看天，这个可是太阳不在的。那我选了一个蜂鸟，这个月亮是在的，可是它不在看，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 echo。那这些是台南来的庄亚栋跟许翠华的作品，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做了这个4组很好的作品，从台南寄到这个西谷来参展，这个非常精彩的。两位，这是他们的作品，都有特别的解说，我这边就不多说啊，只是给大家看一看，他们做了非常好的 echo。这个呢，就是左边是刘荣谦院士，他参加黄山的这个摄影展，他得的大奖，他是这个题目叫国画，其实是这个黄山上石头像瀑布一样的。施正涵女士呢，就找了一幅。这个弯曲山上这个水流的话，这个可以两个相对，一个是山，一个是水，一个是咖啡色，一个是绿色啊，这个相对也是很有意思。Julie Huang Professor 黄月英啊，他也是很厉害，他马上说我有一幅，我可以用一个抽象画来跟他的这个摄影相对啊，这是 Julie 的这个作品，
所以这个同样东西就有三个人互相对。那这个是郑南美，他在上海也在台湾，他的蓝颜色的玫瑰跟这个四川来的罗家宽的这个蓝牡丹画了一个扇子，我把他们找来相对。那这两幅呢，就是右边是蒙古乌伦巴特，我去的时候造的这个玻璃房子。我老哥呢林中斌啊，他这个九月到 Montreal， 他说我有一幅也是造一个玻璃房子，那这个就是可以相对的啊，就是 M 对 M， Montreal 对 Mongolia， Lean against Lean 啊，就是正对这个禁止反对。刘东前啊，院士大师，他一看他说我有啊，他提出一个作品在展览的时候，就是也是 Montreal 的这个房子后面不同的，前面还有，前面是一个这个殖民地的英国的这个军人跟总督啊，这个有历史的后面，所以变成三个人相对，这个后面有历史的，这个文心雕龙历史篇说世对为难啊，所以这个是有历史的后面啊。这个 Oregon 的叶丽跟朱春是青岛的，我请他们做两个少女的图相对，这是他们的第一组，因为他们隔得很远，所以就是拼了我跟他们讲的这个意念做了图来做echo。 朱真是做了两幅，他说万一我第一幅不好，我第二幅还有，其实他第二幅他说我花了对他的花，所以他们的 echo 就是少女，这个是两个呼应的，就是花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廖天志台中的，他找到安平堂的落日，我说你这个很难对，我找两幅跟你加在一起跟你对。这个是夏耀碧找贺兰山，就是满江红里面的贺兰山缺啊，没有人的，那我用蒙古的跟俄国的边境的图啊，这个有电塔上面有牛在吃草，所以是一个无机的，一个是有机的，这也是一个 echo。 这是 Berkeley 的 Irene Shaw， 他参加，他做了一幅这个，他对了一个电风扇，这个在讲话，在唱歌，或者是这个由电扇把声音吹出去。我说你如果还有一幅这个跟他另外相对的话，就更精彩。所以他又做了一幅，所以是同样的房子，做两个不同的，一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是模糊的，一个是人看得到，一个人看不到，所以这是他的 echo 反对了。那这个就是 Lynn Power 跟 Harry Power。 Lynn Power 他母亲是诗人，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他是这个也是诗写的非常好。他这个中间的他说的这个 pearl 是珍珠的光，可是他画的时候是一个梨子黄颜色，因为画画的技巧很好，所以把这黄的梨子变成放出光泽，像这个珍珠一样的光，那这个就是绘画的高手。这是我写的诗，把它翻成中文送给他。这个右边是周锦平，是台大电机系的理工女啊，是台湾的这个电信的高管。他听完演讲之后，去年十月底他就找了三幅，他说我有三幅可以相对，都是花对花，你看看有什么东西呢。我说我刚好看过这个王丹丹的八德园续约展，门口刚好有三种花啊，对他的三种花。可是周静平是女士，我说还有一幅这个女士的图，所以我用这幅来对你的三幅画，你看看如何。他很高兴，因为这些都是高手，就是反应很快的，马上拉一个小时就拉出这三幅来跟我来 echo 一下啊。当然也看看是不是这个 echo 是真的，不是只说不练的。那还有一个高手是在北京有工厂的，叫做谭志南，他说对你跟这个花对了，糟糕，这个图掉了。他说我有一个玉的马跟猴子糟糕，这个对不起，这个今天出错，这个右边
这个原来我是一个希腊的马跟他给这个弄掉，对不起。可是他拉出来之后，我是用一个希腊的铜马跟他的御马相对，用竹子的背景跟他这个后面的花相对，用一个盆景跟他这个地上铺的这个颜色毯相对。这个就是一个星期之前，我做一个摄影图跟这个刘龙前交流，讲的是书法的理论，就是书如其人呢、这个说法，我说可能是要随笔的时候是真如其人，这个快照的时候就近于你想喜欢的书法，所以如是我闻呢，由此而说，跟他 echo 一下看看他怎么回答。这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他手上东西多，马上回一个，这个我照的是正的，他照一个水影是反的，所以他这么说，他说书如其人呢，可是色如其书，这是我的写法。他说这个皆自画像，这是第三种说法。所以这刘龙前院士新筹小年跟我 echo， 这个算是正道之作啊。这边我就跟大家到这边先停一下，这个谢谢您的宝贵的时间，这个我用的时间大约不到90分钟吧，所以大约时间是够的，所以到这边先做暂停，谢谢你们宝贵的时间，请多指正，欢迎 echo。